了门，关了窗，熄了灯。不是，你们大家听着，老婆，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怎么是你啊？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？谁是你老婆呀？我发誓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了，赶紧走吧。不是，老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这几天找你找得好辛苦，好不好？请你原谅我行不行？我跟小宝现在过得很好，你不要来打扰我们好吗？不是，你不要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以后，我会改的。小宝，我们三个一起好好生活，好不好？我会改的，好不好？之前是我的错，好不好？行不？你的错，之前我带着小宝去找你的时候呢，你说叫我们不要妨碍你的生活，叫我们不要打扰你的生活，你过着好日子怎么怎么的。那现在我听你的话，我带着小宝回来过日子了，我跟小宝现在过得很好。可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你今天又是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又过来干嘛要找我们？不是，你原谅我们，赶紧走吧，你赶紧走吧，不要不要来找我们。这朵花是我特意买过来给你的，行吗？你不是说错话，你是代表什么？你就能弥补过去对我跟小宝的伤害吗？不是，请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我错了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前面是我的错，行不行？都是我的错，行吧？不要打扰我们，要赶紧走了。好吧，原谅我们，我会改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老婆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你说人为什么就这么犯贱呢？当时我带着小宝到处去找你，去求你的时候，你叫我们两个滚出你家，叫我们两个不要妨碍你，不要过你，不要打扰你的好日子、好生活，怎么的？你为什么？不是你原谅我们好不好？都是我的错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曾经我犯下的错我会改的，好不好？我以后对小宝你们两个一定好好，咱们三个好好过日子，行不行？不可能原谅你的，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宁可从来都没不认识你。不是你不要走嘛，行不行？你不要走嘛，好不好？你原谅我嘛，行不行？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又来了，不是叔叔你，怎么？不是你叔叔，不是你大师弟，你把我这有点罪了，不是？怎么回事？你赶紧走嘛！你老姐姐，你赶紧走的话，叔叔要生气。你该不该？你就不该。是三二一三三零，跟你说的，是叔叔，我会改的，好不好？不是，来回来回去。你是一天都不像话，大师姐，你这样子对我女儿，侄女儿这样子，咋个进去啊？我今天把他嘴里那个，我阿斌，不是，来，我跟你说两句，你出来啊，你不看，出来。叔叔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生气，如果你想打我的话，你就打吧。哼，不仅要打，我咋个不会生气呢？你把我这个侄女儿抛弃在这儿，在外面，这样子我儿都有了，啥子都了，你啥子都不为不过，你这样子就一天就这样子走。我看到我的侄女儿很早呢，她成了一个寡妇了，这样子咋个对得起她呢？阿斌，喊你改，你改不起，再一次二次都这样子说，你都改不起，这样子那就下一次我就这样子我就对不起你哈。不是叔叔，我真的我这次的话我真的改了，我以后会对黑妹和小宝好的，你要相信我好不好？我以后会改的好不好？好，这次专门来找你的好不好？只要你有这个改的决心，我这一次原谅你，要不是的就不那个了。你看我们邻居啥子都成了笑话了，原来跟这个我的侄女儿跟你走，我们全家都不同意的，就你就把他骗起走了，现在你就又不管他，不关心他，不一起在生活，你这样子对得起我这个侄女儿不嘛？阿斌，你好的想哈，你好的，叔叔，我会改的，你不要生气嘛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这个，我也不知道买些什么，我就随便买了一点，要不这些你收下吧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这些拿来干啥事嘛？你们行，你有点小气心啊。然后叔叔，就是前几天不是黑妹在你这里借了，一千块钱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你这几天也辛苦了，然后来把这个，给你们就是你要花钱了。刚才我喊你出来说呢，我跟你说两句，我不是这点钱，不是我的这点钱，你现在还我了，还是你是那一千块钱还给多的，你就买点吃的嘛，我也不知道买些什么，然后就随便买了一点，好不好，叔叔？好，这样子就而且就好好的生活，好好好好的对他，
要不是再遇下一次，我就那个对你不客气啊。好好好好，谢谢叔叔啊，好好好，要我帮你拿嘛，好不好？嗯嗯，好好。好好叔叔啊，你怎么拿别人这些东西啊？我们不要他这些破东西，还给他好不好，叔叔？他孝敬我的，嗯。他孝敬你，我们不收他的东西，好不好，叔叔？他带回来了，我就给他带回来了。嗯。不是阿斌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你拿这些东西，哄着叔叔的是吧？不是，黑妹，你不要生气嘛，我已经跟叔叔说好了的，我以后对小宝你们两个好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气了，行不行？请你原谅我，行不行？阿斌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，而且我发过誓了，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看到你啊！你赶紧给我滚了，不要在这里了，好不好？是叔叔。哎，阿斌，刚才我侄女儿她今天心情不好，嗯，心情不好，你就这样子，改天再来。好，你先回去。那叔叔，那好嘛，那你好好劝他们了。我先走了嘛，好不好？好好的劝他，你改天有来。好，谢谢叔叔啊。不成，摸不到两个人的依靠，一个人一支狗，一杯酒，一夜一下子变老。